律师们精彩的真实案例。姑姑的遗产我居然不能继承，他就会收归国有。他用透明胶带去粘地上的体毛，连一根毛都没有粘到。浅显易懂的法律小常识，我要俩稿，一定要找警方陪同。掌握偷验结果的人是有主动攻击的权利。我反对。这个你过来这么做。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，全新的谈话综艺节目《振振有词》，让你多懂一点法律，少吃一点亏哦。